早，大家早安。要回台湾了，开心一点啊！我们前行，这每天都这几天的睡眠那有够不足的。然后我们昨天有那个集资完成的嘛，啊，可以拿五位，哦，一二三四，啊，然后等一下你们会搭乘专车就到机场去嘛，然后到釜山机场的 VIP 室，还等待登机。啊，哪有奖励挑战赛？所以是跟原本我们平常搭的巴士没有对，你们不会有专车，那个有急事完成要坐专车的哈、啊，行李也放着，我们会有专人帮你们拿上去，然后送到机场。没有专人，因为是落败者要帮你们服务，没有急事完成要帮你们服务。哦哦，那等我一下哦，行李员是吧？哎，那我把我全家的行李都拿下来，超强！那我背包里面一些有什么，我就一起放进去。哎，身上有什么可以拿下来？都放下去拿下来，拿下来，身上有什么可以拿？是个儿子哦。人骨是那个有急事完成吗？对。那你的行李没有，是因为？对，因为我后面还有事情，所以我们要去机场。他们要去。哦。那我可以请一个人帮我带。执行这个优势吗？你是说坐专车还是？因为你昨天不坐专车，然后也不用也奖金挑战赛，奖金挑战赛。那我把我的执行权交给运势好的蔡瑞雪。哦，好选择，没问题。对，要从头到尾都是支持。家主加油，可以，我相信你的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好，那个获胜的就可以。人离开到专车上面的，在最前面那边。OK， 哎，那就放着。哎，对，东西放着。重要的拿走就好。拜拜。拜拜。行李不要撞坏哦。哇哇，赞哦。好了，那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。好啦，好好享受，麻烦你们了。好，拜拜。拿奖金。然后那个车子，那个红色车子，来帮他们搬上车啊。我们要搬上车哦。对啊。是的。车、行李跟车子。苦命。还下雨，你看，多凄惨。获胜者有那个去机场的专车嘛，哈，那至少你们还有可以坐去机场的巴士。但是现在要抽两张，有两位抽到鬼牌的话，那两位要自己去机场，想办法。怎么去啊？好过分，好过分，怎么办？哎，要记得不要影响登机哦，要在登机之前来。够可怜了，还要。现在已经自己想办法啊。7:50，昨天没有说要抢到。就会赶快累积，有啊，赢的人那输的再说啊，就是这个就是再说。哦天哪，机场有捷运吗？机场，哎，机场有捷运吗？有。坐捷运是可以到的，我不用自己花检测钱。你先不要开，坐捷运也要花钱啊。对啊，而且如果不熟，可能会来不及。我是一块钱韩币都没有看到哈，先开起来啊。啊，而且现在先不要看了，时间有点赶上，剩下的也有点赶。我觉得现在就要出发了。他会赶不上。一个来，大圆来好了。好，自行前往吗？一二三。好，至少有机场巴士。会四个有两个。一二三，恭喜！自行前往。1、2、3，哎呦！哦，机场大师其中一个。1、2、3，啊！要抽牌的我就又有直觉。可以坐计程车。衰衰的。可以了。那两位抽到鬼牌的。是自行前往嘛，对啊，所以再把你们的行李拿下来。哇，我哪里不能你帮忙？不行啊，行李要跟着人啊。行李不能你们帮我们车过去吗？你们的也要自己吗？啊，对，你们自己的。哎，那个要自己塞得下吗？哎，哇，我们刚才给你塞进去，对啊，真的太过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走，我们去帮你拿。哦，回去。我天哪，再去搬一次行李。
这也是贵宾室。哦 ，OK， 不能太大声。我不能太大声，所以只能在内心自我喊话。我会中奖，我会中奖，我很幸运，我很幸运，我会成功，我是赢家，我是赢家。这次有没有觉得行李不大，真好？如果像许梦哲拿那个超重的，一定很痛。我怎么这？他为什么？他帮他放完之后，然后叫我自己放，这合理吗？我觉得他们哦，他们对我们越来越不仁慈了，是吗？很过分，越来越坏。对，是不是七年之痒？唉，其实也不错啦，坐电车也是挺好的。对啊，只是我们等一下想办法付钱的事。我应该行李箱的深处可以挖到现金，你放在行李箱里面。对，只是等一下要去挖一下。OK， 但我还是对于他帮你搬行李箱，然后叫我自己放上去这件事不能理解。虽然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